大家好，我们是先合作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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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问答。阿弥陀佛。时间咧过足紧，佮纪念咯。顶礼拜我拢讲一个善甲恶，即个业的分别甲差别，毋知影大家感想如何？非常好。因为吼、学分吼、有当时啊。啊，无了解的时阵，有带一种的色彩，一迷信，是不是安尼？其实学问吼，甲咱做人的道理吼、有关系啦。尤其头菩萨呢，在这个世间都在久啊，经历的代志较侪，应该善恶是非都清楚，拢有一个标准，在内心运作，是不是安尼呢？佛法呢，伊是照着这个基础。互阮看得较清楚，啥叫做世间法，啥话叫做出世间法。既然讲到出世间法呢，是按佛教独有的闭关，是不是安尼？一定在讲到空性的物件，甚至呢，讲到如是因感如是果。这个因果呢，又分一个叫外因果、外在因果、和内在因果。既然讲到内在因果，一定讲到大烦恼，讲到戒律，讲到业果，这三种呢，戒就是戒烦嘛，是不是呢？甲烦恼，甲这个业果呢，伊是分袂开的。但是呢，你要到分得开，伊是个别个别不一样。但是要讲呢，一定含在讲。这个人是安怎呢？做人会较好。伊后壁一定有一个动机，这个动机呢，唔是要得到好处，就是一定呢，伊有啥物计划，有啥物利益要帮忙人，是不是安尼？同款哦，倒变转来讲，这人来掠讲的时呢，比别人较歹，伊后壁是唔是有着动机的存在？伊这个动机呢，也唔是贪，就是嗔，就是痴。我咧贪。快乐，别人听我话，哈，我是来真好，伊毋是人才，我嘛甲当作人才用，是毋是安尼？你也毋听我话，你毋是你是人才，我嘛无要甲你用，有无？但是人与人中间的做伙，有当时啊，按着为着这个事件、这个事项上，外口这个事、这个代志吼，安心不服。各位会不会一定会嘛？这个代志拢是安尼，但是你也要在处理这个代志，你的心观呢不好，甲迄个代志吼，迄、个事项哦，跟心动机连在一起处理，请问有法度人处理无？一定拢在理论在讨论这个代志，想不想对，想唔对，有利甲无利，动机甲这个事件呢加在两座会。那就会果汁机啊，把混合在一起。你这个拍果汁，有柑仔，有水果，有苹果，有另外吼，另外啊，还有什么？你有法通加解甲混合开的无？无法度。咱的心呢，对心无了解中间呢，甲事件、甲代志参参做伙来讲，瞎讲嘛讲袂清。今仔日代志讲袂清是安怎？因为我讲到的吼，声是较强，人讲你霸道，是不是安尼？伊无爱听，你有理嘛无爱听，你讲足侪理嘛无落去，讲到尾后你也嘴大，人也笑面，暗时都困袂去。
你讲这个代志有处理无？无处理，甚至安尼清净心是咪个愈强？清净心愈强的时呢，借着安尼恶业，清净心甚至烦恼、烦恼，对不对？既然烦恼，你就造业。你造业的时呢，道理无快呀，法无快呀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我咧讲改烦恼，不过我甲谈谈咧做一个，安尼会较清楚。唔知各位听了安尼会较清楚的未？合佛又唔是门事，何安尼理佮较贴？世间的道理呢，同款较贴。何安尼心呢？迄、那个内造的功夫佮较厉害。表示讲呢，内造的功夫也较厉害，表示咱内心较无妄，功名就是安尼生出来。你念佛，你看经册会当开智慧，请问？地位显得开，智慧呢？它的定义就是有抉择力，对着善和恶，咱有法度通去分辨，伊是善还是恶。这个善恶的分辨呢，就是心对境的心。人内底呢，迄、那个起心动念，迄、那个念头，咱都发现到啊，有这个经验吧？唔是讲来想明咩，佮来发现想安那，迄、那个平常时无用功啊，没有。关心啊，关安内心就对了。在世间话讲，安反省的机会吼，就少。表示呢，安尼把照向外看。如果安尼来行呢，安尼心无了解，对因果是无了解。安尼咱讲，今仔心情也歹，今仔一定歹过。周围的人哦，啊，比如发育的那受灾殃，那就天人啊。天人哦，如果是一个天子要出生的时候，一个天主啊，伊要出世的时，出那遐天主较无福报的天主就对啊，惊到要死。因为这个天主啊，出来时啊，是安个也惊天人嘛，伊是很好的所在。因为伊没有断烦恼，伊是造十善业，做十善业，得到人生天人。结果伊福足大的时候，人会，迄个人会惊咧。讲你错，因为呢，他可以把你的财产、把你的家人、把你的建筑都夺走，把你逼出宫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因为想啊，因为养好，因为因果烦恼，只要你有烦恼，你背一天，挣了钱，同款就对吧？个性未改，所以业，你也了解中间，你的心这点更加清楚。你就我能控制你的心，安尼能训练嘛？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咪个较好难？你要念佛是安怎无难？福报无够，定力无够，定力在佛教来讲，戒定慧，戒只有一法，是内心用功。这个法呢，和安的心呢有所舍力，有专注力。所以讲戒，一个另外一种的名词讲作戒。掠擦，掠什么擦？烦恼戒。有这个法呢，是内心用的时，我叫做持戒，我叫做皈依戒，我叫做皈依法。有道理无？我讲啊，足清楚吧？如果你安尼用的时呢，你去学佛的时呢，你就法能快到你的个性，你的习性。有足多人呢，伊个性改袂开，一世人呢，观察要入去的时嘛，是个安尼，是安怎？因为伊无想到讲伊这个个性影响到别人，影响家己，所以在佛法里底呢，又有两个铁轨道啦。火车要开的时，火车是不是有两支铁轨道？这个铁轨道呢，一个是啥？空性，文殊师利菩萨所传来这个空性的道理。今天呢，是弥勒菩萨所传下来的。菩提心所设的福德智慧质量，福德质量，所以地慧呢，一分两种，世俗的地慧，世俗地的菩提心所设，一种呢就是空性的地慧，伊会当把安尼烦恼给断掉，但是请问，安怎听空性，接观的心，接观的法，我当然无，听下都欢喜啦，欢喜就好啊啦，正经你若对心无了解，你是言袂到的。有道理嘛吼，所以你要从进入空性，你要从缘起，
从业果的角度，你了解业果，你对空间慢慢的能了解，然后就会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步一步能急啦，急无路用啦，基础拍无好啦。你个基础拍无好呢，人讲管你在做风台，树尾也徛在栽，是不是安尼？我嘛要西方式的境界，请问你要西方到了世界是你的愿望，啊，你的愿望是变哪？要有福德资粮，啊，你个相信阿弥陀佛，有迄个骨头，你个有迄个愿，那想袂起。信念观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的信念观，每个一心不乱的时，也应该是在迄个正道位的菩萨啦。各位有可能无？你要带业往生，带什么业往生啊？带故业，哎，那不是往生，往生去别位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带着你的信念啊，你相信专注阿弥陀，皈依阿弥陀佛的业啊。但是这个业你有法能保持无？你对心无了解，请问你有法度无？不容易啦，有人有容易啦，人是真随喜啦。但是对我来讲哦，是真困难。我较早咧念佛的时，嘛足拍拼，一再破梦病，暗时弥陀经休困，用心，哎，拢走袂起啦。唔系咧迟到嘅，开车开点外钟，你甲人强修。迄种我住咧美国嘅时，人去做红台天，我嘛到，结果我系用爱去等伊，因佮咧困。我以为我同王星西方叫做世界，我感觉做孝顺，我做人也正派。我无法度讲我无去哩，因为我做相信，因为我只相信阿弥陀佛啦。但是呢，我慢慢为教育个了解一下，啊，检查我的内心，我对我老母的教不好，我看我跟我老母相骂真少，我嘛出听话，但是我说者为我，但是我爱念佛，人讲我为着为好爱念佛的，但是伊无念我就生气，还是为好为我好，为这个公案安得听会穿嘛？说有说者，但是为家己。所以佛呢才说呢，我们所作所为呢，都是在为自己。只要你用你的心呢去观察你的内心，会当测验出来。你对一人好的时，那人反背的时，看你的修行会修行。可能当时那念是好，但是第二念呢，可能就歹。所以我们的善念没有办法维系。今嘛呢，安就是呢，贪安有这个人生的时，了解佛法来培养安的善念。念佛是不是安尼？你要念佛的时呢，请问你内心是在皈依啥？你有要检查过？啊，我这个人哦，就是哦，做老话呢。有人讲，卢小法师，你都念佛了？我讲，我嘛做什么念佛都对，我嘛在念。我讲，你是安怎念？伊讲，你也来念就会当去哩呀。我讲，你念后边看有什么动机？伊讲，我不爱动机，就安尼念就好，认真念。你啊！你念经的时，你头壳要被烧未？未哦，哇，还有厉害！有两种人，一种用在你念想，一种一种清楚内底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关照，是不是呢？就是讲，你念佛的时，你后边一定要有一个动机，那个动机上面皈依。大智是圆通章里面，伊讲龙母意志，你捌受过那个经无？有迄个经验无？那个受你的囝是谁啊受？你有过受过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无？思思念念，你念佛的时呢，内心有这个形象的出现无？如果你有这个形象的出现的时，你是不是相信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呢，有一个叫做世界，你不是有甲调查过？伊这个叫做世界是好阿歹？阿弥陀佛经常在探嘛对？其中难寻，其中对不对？来来探了伊。阿弥陀佛的所在是琉璃铺，一个黄金铺地。伊迄个所在是非常的好，请问，伊就是有好处，你才要去嘛？如果无好处，你是要去啥？你是为阿弥陀经，还是用净土有经里面了解阿弥陀佛的国度？同款的意思。今天我要吃好咯，我是不是要了解这个空气的好处，对不对？